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 G 视讯的频道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，不要忘了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金马影后李心洁担任监制的纪录片系列《孩子你好吗》，将于三月三十一日在台北上映，四月十三日在马来西亚上映。这个系列以爱为视角，探讨家庭关系、亲子教育模式以及父母。 教育者与孩子之间的爱的互动交流，其中由李心洁监制和执导的《山顶小屋》和《我是谁》，由池嘉靖执导的《鸵鸟骑士》，以及以李心洁为主角，由陈胜基执导的《我的名字叫李心洁》。李心洁在纪录片中分享了自己的生命故事，以及六岁双胞胎儿子的模样。他带观众回到他成长的家乡及打州，回忆起人生第一个舞台是篮球场上的乒乓桩。 他踩上去，开始对老师同学们讲故事，也同时开启了他的演艺事业起点。他表示，这个乒乓桌成就现在的我，这也促成了他一生得以无所畏惧、忠于自己生活态度的地方。李心洁在纪录片中也回顾了演艺事业的开展，二十多岁就成为继母，被当成妈妈，忙于演艺事业还尽心尽力照顾继女。婚后年届四十岁，怀下双胞胎儿子的过程相当艰辛。 后期她连走路都有点困难，几乎躺床待产。纪录片中还有老公彭顺陪产，记录下李心洁进产房直至生产过程，以及初次见到双胞胎儿子流下感动眼泪。最真实的一面全收录在纪录片中，可爱的双胞胎儿子也首度曝光入镜。李心洁表示，年轻时因很早就当妈妈，当时个性容易急，希望女儿什么事情都做得好。 但他发现身教也很重要，而且他认为把自己做好是很重要的。接着出现了转折点，我女儿八岁的时候跟我说：“妈妈，你是不是不快乐？如果你不快乐，我也不快乐。”这句话让我很震撼，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言辞，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，更加放松。这段话来自李心洁关于母亲角色的经验分享，她意识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。 不仅仅要求孩子做到好，还要以身作则，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孩子，让孩子能够更好的成长和发展。同时，他也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对孩子的影响，因此开始更加注重自己的情绪管理和身心健康。这些认识和转变不仅对李心杰自己的母亲角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也为其他人提供了借鉴和启示。 好了，今天小 G 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。如果大家对小 G 的视频有什么看法，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，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。小 G 会尽量为大家安排。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。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